怜悯的手。咩话药室？你要离开比利时去做宣教？是啊，妈妈。咁你想去边度啊？我想去夏威夷莫洛卡岛。吓？莫洛卡岛？嗰度俾麻风病人住噶噃。哎呀，你好去唔去？拣埋啲咁嘅地方嚟去？妈妈，唔系我拣嘅，系主拣我去服侍嗰班人嘅。唉，你唔去啊，都有第二个去嘅啫。你可以话唔去噶嘛？当我决定做神父嗰一刻，我已经将生命完全交俾主。无论主要我做乜嘢，我都会去做。无论去边度，我都会去嘅。妈妈，我知你爱我，我都好爱你。但系神要我去爱一啲冇人爱嘅人，佢哋好可怜，真系好需要耶稣嘅。既然你心意咁坚决，我都冇说话好讲，只有为你祝福系啦。揾我有事啊，入嚟啊！达米安神父，我决定离开呢度。啊？你要离开莫洛卡岛？系。点解？我喺呢度已经五年啦。虽然我好努力传福音，但系每个星期日教堂仍然系冷清清咁。嗯。我哋所做嘅似乎一啲效果都冇。令我觉得好灰心，呢度嘅病人根本唔想接受我哋嘅帮忙。阿神，我何尝唔心灰意冷？但系呢个系神嘅使命，除非神要我走，如果唔系，我系唔会离开嘅。或者我嘅信心唔够你强。人生有几多个五年？我想去做一啲有成功感嘅事。呢度嘅工作。实在令我越嚟越意志消沉。唉，我都发觉你嘅情绪同健康都差过以前。或者你嘅决定系啱嘅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多谢你同我并肩作战咗咁多年。愿神保守你前面嘅路。边个？神父。阿叔，啊，快啲过嚟帮手。哦，啊，哇，佢只脚烂得好厉害噃。你唔使惊，我哋帮你敷啲药。阿叔，啊，去攞个药箱嚟。哦，呢几年嚟，间中都会有啲感到绝望嘅麻风病人。带住扭曲晒嘅面容同四肢嚟向我哋求助，通常肯嚟揾我哋嘅人都唔会生存得好耐。我哋尽量把握时机向佢哋传福音，但系嗰啲仍然冇生命危险嘅麻风病人，就仍然对我哋非常冷漠，一直都拒绝我哋。所以的确好难怪阿实做到心灰意冷。其实。我自己亦经常谂呢个问题，嘥咗咁多时间同精神，而得到咁嘅结果，系咪值得呢？我真系唔知道自己仲可以挨得几多年。到咗码头。阿叔，你翻去啦！多谢你照顾咗我咁多年。达米安神父，你真系要翻去比利时啊？唉，十二年啦，喺莫洛卡岛已经服侍咗十二年，
始终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既然我做得唔好，倒不如等上主差遣更合适嘅人嚟。你已经尽心尽力噶啦，都系人心光硬啫。而家连你都走埋，我都决定离开呢度啦。你唔好咁啦。哦，咩事啊？白敏安神父，我啲手，你啲手，咦？你对手生咗咁多白点嘅？点解啊？系麻风吓、啊，我已经染上麻风吓，咁、啊、我系麻风病人。哎呀，咁点算啊？好彩你决定翻去比利时，嗰度医疗设备完善啲，可能对你个病有帮助嘅。白米安神父，只船就快开啦，你仲快啲行？你傻咗企度做乜嘢啊？阿神，帮我攞行李。吓、啊？我上唔到船噶噃，我只可以送到嚟呢度嘅咋。我唔上船。咩话？你唔上船？我决定翻去。吓、啊？翻去？米安神父回到麻风病人当中继续工作，而他染上麻风的消息很快就传扬开去，到了下一个主日，平时冷清清的教堂忽然间聚满晒人。他们听达米安神父的说话，因为神父已经是他们的一份子，深切明白他们的痛苦、孤独和遭受社会拒绝的感受。达米安神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这班人，直至他安息主怀为止。西方已无或是苦伏祷告，望见人间万变灾难永没有缘，邪恶强盛云聚满天，日头会在何处重现？星空更静，里的已万千遍，问人间上帝公义可存？神爱何在？人命已损，回应是繁星无言。人们狂呼声势竭力祈求千万遍，无言是上帝的圣事。神爱如在曾在那天，问你在何处出现？人们狂呼声势竭力祈求千万遍，无言是上帝的圣事。如你临在，人又会跌，为何我始终不见？生在此世，为人间带出希望永早现。神爱临在，神命没缺损，人世真光再重现。基督救赎赐予加利利山泉，世上从此就有恩惠长存。人爱长在，邪道会断，是神豁出生命无言。人们狂呼
声势竭力祈求千万遍，无疑是上帝的圣事。仍觉愚昧，人世之短，未明白救赎故事本源。原来耶稣在十架钉身里扛着人的罪担，无疑是上帝的圣事。神已无话回答众祷告，用生命回应世上人慢慢变。天降甘霖。